世界僵尸克星有哪些？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可爱们，我是你们的地形发射井，第一次登场有点小激动，还请各位小可爱们在评论弹幕中来一波666吧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那么接下来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题吧。旁边这位是我的伙伴老司机寒冰菇，听我们的小可爱说我加上寒冰菇之后，世界僵尸都要绕道走。哎，老司机寒冰菇，我们有这么厉害吗？厉不厉害？是的，就知道啥。哦，你是这个意思哈。那好，上面那组我就不用多说了，他俩就是我们的鲁将组合，而下面那组就是我们的冰封组合。然而咱们的组合叫啥子好呢？我觉得可以叫做上天入地组合，这名字不错哟。好嘞，我们就叫做这个组合。那么接下来各位小可爱们，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这三组谁才是世界僵尸的克星呢？赞同鲁将组合的请扣一，赞同冰封组合的请扣二，赞同我们上天入地组合的请扣三。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，有请我们第一组的鲁将组合闪亮登场吧。'Cause I'm on a mission and I won't quit now.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我们地主的鲁将组合表现真的是太完美了，光是世界的巨人僵尸都干趴下了十个，更别说世界的小僵尸了，光凭这一点我都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那个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我也忍不住想去干一干那个世界巨人僵尸了。走吧寒冰菇老弟，让我们来一次上天入地的感觉吧。好嘞，走吧。输了，好像我们一个巨人僵尸都没干趴下嘞！哎，只是让那些小僵尸贴了一下什么叫做上天入地的感觉啊！可不可，真的是有点罩不住的感觉啊！不要气馁，我觉得干不过巨人僵尸没关系，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小僵尸体验那种感觉就非常舒适了。好了，既然我们的寒冰菇老弟都这样想着看，我也肯定要想开一点噻。那么接下来废话不多说，有请我们第三组的冰封组合闪亮登场吧！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看看他们能不能够搞定那个世界巨人僵尸吧！小可爱们，你们数没有？好像也是一个巨人僵尸都没有干趴下嘞。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，我们有幸见证了一个神器的诞生。我敢说，他绝对是所有僵尸的噩梦。对的，没错，他就是我们摆在面前的那一排推推车神器，真神器耶！那么最后，各位小可爱们，还有哪些组合是世界巨人僵尸的克星呢？打在评论区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奇迹的诞生吧！